야다 자서 태연의 연배 쳐져서 쏘울 줄배 엔트다 추쇼 삼을 올리야 앵야도 섬진유 今天我要向以台湾的请法团为主的所有一切听法的信众问好，你们大家好。那首先我们唱诵心经。 Thank you.
那这是龙树菩萨的一个寄诵，主要是为了要能意念起世尊的功德，世尊的什么功德呢？世尊主要以自主的方式，不需要别人的指导，然后讲说了缘起的深奥道理。那我要礼敬世尊，这是寄诵的内涵。 年对小和尊龙更新年纪年纪真正感应到抓了办法去了那些年纪真正尊龙在我看到养到代表吐脑那包跟的那说的松包年对上学三百双学三届今年用得了下次路看给的见着我就我没把见没把下班没把当没把我没把装没把他的对面真正面这把你谢谢的吧 做白上街慢慢街，坦白的了下车路。呀，那这里做那个隔离出租所里啊，那全职车的。那那那么远的，那里确实就在那，那了南区我住去。那这里呢，记得杨树林边去，他下班时呢，但是你去，那这里的样的，现在兄弟，早些时候个垃圾送去，那你这么去个单子对不起。 第二部的南区我住下去的。今天主要说法的对象是以华人为主的这些信众。平时我讲经的时候，分两个阶段来讲。 讲说，第一个是佛法的介绍，第二个部分是如何修行的道理。今天我们这两个单元要配合四本这个著作来解说，以介绍佛法的方面，我们会用中论的三品，也是所谓的中论的26品、18品、24品，再加上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 以这两本论来作为佛法的说明的课本，那剩下的道灯论跟菩提道次第摄诵，则是作为讲说如何修持法门的这论点。当然，拉登阿祖的，能就没那么短的阿个，图松牛毛少少是。 다투송기에마라조심투대아지기아래마라조심투대바도수요마르데이네심라오메바페투댕에디투송시다조차단이부디기차용기아래차단이부디기에자와데에디모인바래자딘데인두마라조대완두기아래 다 심주
독순구 왕게 용기바 인도산에 독순유모 사월쇼 사디인바리 다 독순유모 세단디 독순세아디 7월 이렇게 좀 말이 말한수 시균 디나를 여대바리 자산가 시균 디나를 독순 용대야디에 자와자와디 디무스체니 미시바 왕게 종인바리 근데 인도산에 독순세아게 탑시디 아니 실은 나온 마을쇼스체니 진입에 대한다. 지대에 대한 지신도 시에 시럽기 왜나 개인도잖아. 아니 독순구 멤버들 세야이 말이. 진짜 이제 시로 나온 바오쇼스, 와. 다 대대비 냠린 개인도잖아. 지 치단난기 개인 디디 다 마용쇼스. 다 말하면 알지 마용쇼스야. 다 디슈구 때. 시르고 나온 바이오관에 독순기 뉴몬파 세네 자전배 고방 토바 쌈기 에체도 미국 마인바 타협에 쓴자 타다 남진 개회사가 거야기 단 너는 타협에 쓴자 타다기 뉴기 뉴몬 독순 세야지다 시르고 나온 바이야지기 딘데지기 체도 자와 샌든도 로 장인도 자네 장주선바 계세 정주 선바세야 디기 로디 장용기와래 로디 장백관에 랑기 르마 이순 대니 조심전의 명네 샌드 코네 두야가 체도 그게 다 로장야 찍라 계세 줄 주고쇼 세트 소인 바리 말한데 하고 싶으시도 와 刚刚我们有念的一个回向偈颂，这回向偈颂的第一个偈颂提到愿消三障诸烦恼。这三障诸烦恼提到了三毒，那这三毒就提到了烦恼。那烦恼什么呢？烦恼给我们带来内心的不平静、内心的不安宁。那这种不安宁或者内心的痛苦，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想得到的。 那这个三个愿消三障呢，在这里可以解释成为这个三毒。这三个烦恼就是贪嗔痴三烦恼。那贪嗔痴三烦恼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贪嗔，而痴呢是这两者的根本。我们想要得到快乐，但是我们却无法得到快乐，是因为有烦恼的缘故，让我们的内心无法平静。 因为内心无法平静，所以才带来了生跟语的伤害，去伤害到其他的众生。所以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发愿来消除我们内心的这个三毒。那这个三毒呢，是不是在外面？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绪里面。那这三毒的根本是痴，是无明。 那这无明要怎么来去除呢？在第二句的时候就提到，愿得智慧真明了。我们的智慧的光芒呢，要非常的这个闪亮。这个光芒要把它点燃起来。那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就是通达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如果可以越来越明亮的话，这些。 三毒，这些贪嗔痴的黑暗就能够去除。那如此的去修行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种种的违缘。所以在第三句的时候就提到普愿灾障悉消除，也就是任何的内外的一些障碍，我们都希望可以来去除。最后一句四次常行菩萨道，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为了自己？ 让自己的智慧更明了就好，然后断除了三毒之后，证得阿罗汉果位，就满足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我们要为了所有一切众生，让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得到成佛的果位，一切种子的果位。那让这些众生呢，每一个人的心绪当中的智慧都能够更为明了，三毒都能够去除，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才要去。 行，就是为了这个而做出的任何一些事情呢，就是所谓的菩萨行。
那这个我们这样的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与意呢，完完全全的奉献出来，为了众生，为了众生能够成佛，为了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我们在第四句的时候，就是发愿，希望我们都可以这样，把自己的身与意所做的一切，完完全全都是为了众生。 那这个寄送，非常的棒。嗯呀，江苏这里的，去哪里啊？听个杨某人话，就是啥物事要那我晓得。你们在里面第一次来的，请举手一下。嗯，嗯呀，嗯。 请放下。好。哎呀，他的，刚刚的用的是这的呀，他的眼嘛给下的，他是打胶水机，搁到用用个的，这张，哎，没事的去，年压岁的，差几。 좀年别说的这些，差几退呢？但历史还是蛮牢固。可洋洋退了以后呢，本来俺是能有松军的呀，本来就别的的，搁到当当军这边松的是退的，新鲜的要的的，一年养家老养家老的人呢，啊，擦古老的人呢，搞完这雇佣过的些人，跟着松军要的，在这里印度，江子的天安门过年子的，说是要的。 啊，上面有些东西，下面呢，还是，代表这些，蛮有雅的，热爷，是吗？蛮有雅，你要把它蛮有性格吧？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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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言，法不是只有听一遍就可以了，我们要反复反复的听。在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佛法内明呢的这些经论呢，我们要反复的去阅读。那如果我们阅读九次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九次不同的领悟。所以说，对于已经来过的这以前有来听法王讲经的这些信众而言呢，你们应该建立一个好好的意乐，想说这是为了要提升自己的，比如说更好的领悟。那希望你们不会觉得很无聊这样。你们如果的你们的动机如果有安立好的话，你们就不会很无聊。那对于新第一次来听的人呢，你们就是要专心的去听，好好的听懂这些法义。喂，大家能听得清楚的。那我们就先供茶。预备。文殊师利勇士与自在，智慧妙平充满至甘露，广大持教戏台美庄严，至圣手持白莲佛供养。잠시 그래. 잠시도 그래. 찰나 빼먹어 치고 아프고 지금도. 남주 자가는 8시 왜? 교류교 인사래. 아, 네.
And third day, Vietnamese group drummer, the Goyana. Ah, Vietnamese. Godo. Godo. Vietnamese. Quiet. Oh. Tene. Vietnamese. Oh. Good. The translator? Vietnamese translator, Godo. I need you. Oh. Right. Okay. Look, Korean. Okay. That's the name. Some Japanese? Chiyori. Few Japanese, I think. Okay, okay. Oh, yeah. Yeah, yeah. That's the thing on today. 去年谢谢呗, 我就没有开始了呗呢? 他的特意安的是这样的, 图书你们少少少的, 把特意了呢是的, 所以他, 去年末帮呗, 特度的, 他拆外院的, 就让先给距离呀, 借完了呀, 可, 人机, 人机, 要狂的狂度, 这个还是不是? Tene yin tu shirin yin guna liya gade, gade, paragade, parasamgade, buddhi soha shenye sungduwa. Tada soji tameba tuksungi shangwangdu gyurdenge chigi. Eni melam chigi debche, eni tematalia, eni sangya saji yongya mebare. Chumdele rinyi chashane, changmi sungi soha sani, eni lam rimgi da Rimji Jane, Tara, any of us over Sanji or Sungiari. Donna Lolam Shiche, any debut Lam Chicheni, Kanda, Solam, Jolam, Tonlam, Gomlam Cheni, Loberlam Shiti, Mundu, Dangne, any Milobe, Debuti, Munduciari. That did in do Shirini Bunalia, Gade, Gades, Sojoniche. Garden got the Paranga distribution, Tonam Che, Parasamga distribution, Gonam Che, Buddhi saw Satig, Jebusa, Chuju Shisung Sat, the Dimari. Tazang, the Lord Jimji, Koya, Kone Kondo Jokuwa. Then a Chi, Kasuri, Jujingi, Jujingi, Tendigi, Dona Shasha Vine, Savage Demni, Kurim, Bedi, Bedi, Bedi. 그 제우야 살고를 마도 뒤질이 육말봐. 되는 시 난기 균제세야 거에 유대 겐 내가 가수를 보게 줍제. 아니 유대 겐기 튕긴 다 튕긴 원에 개진디디 진유 진유 진유로 땅에 도세네 아니 유권의 콘도 빼고야지 이 말이. 자 근데 이래서네 로짐기 장야세야디 뭐인지 찾아야 하래. 在这里听闻佛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如同之前所提到的，愿消三障诸烦恼等偈颂所说的，为了要让自己跟所有一些众生都能够得到最究竟的断除烦恼的灭佛果位。那怎样的佛果位呢？ 在我们内，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得到呢？必须要循序渐进的才能够得到。那因此，在新经的时候就提到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菩提娑婆诃。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以凡夫而言呢，我们现在我们的内心被三毒所控制，那光靠一个发愿，我们就能够成佛吗？ 其实是不可能的。以世尊而言，也是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的累积资粮，
有次慢慢的他才得到最究竟的果位，那是透过了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最后才得到无学道。所以那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的意思。揭谛、揭谛，他就是他这里讲的就是揭谛、揭谛，就是从资粮道，然后般若揭谛、加行道、般若僧揭谛，然后菩提萨婆诃，就是配合着资粮道到加行道，加行道到见道，见道到修道，修得到无学道的这次第。那菩提娑婆是在讲佛陀的果位，意思是指奠定了菩提的基础。这很明显的说明了我们要成佛必须要有次第，循序渐进的才能够得到。以外在的因缘而言，因果譬如我们种了一个种子，那这个种子它的成长茁壮也是需要时间，也是要慢慢的才能够开花结果。同样我们内在的这些因果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去具备了成佛之因，那成佛的因缘是什么，然后尽量的去完备成佛的这些善缘，那违缘呢尽量的减少。那透过这样的循序渐进的方式，我们才能够成佛。那这是切实际的，这是一个事实的一个状况。嗯哼，这他上了九段呀，不给他蓝的蓝嘛，特别肯定是来是老百姓呢，做sherab的下，卡拉斯拉姆呢 ，sherab 是啥？这个，这个年薪挺高的。工资上当，加班钱呢？可这个加班钱吧，得出个，哎，你捏不捏啊？这个，这个团这个三百就写呀的，三百写不团的了呗？捏不捏呀？一几年啊？这用不着啊？啊，做sherab的下，那sherab这个赚钱呢？哎，你这个。我们的但对不起的，他把手都夹起来，起来起不了吧？对不起，用下的洗了个抓起来，这起码温度有点特别的，干净卡了一把，纯净卡了一把，滴滴洗不起来，滴滴洗的洗了个抓起来，温度原点，同样温度原点的洗了一样洗了个抓起来。我都同意个都不理个多啊！大家那先给四月泥米桶，四月早牛毛是阿的，这个牛毛冬天也别穿呢，牛毛是拆腿阿一嘛，牛毛绑腿阿一嘛，牛毛绑别拆完原点的，我那上就这个单独掉阿一嘛，就洗了个潮起来，然后爬过头要牛毛。崩头月饼是啊的，当早早的牛毛是啊的，清洗了个路，移民地上当过药，但洗了个上当就觉得麻多，准备说退下药嘛的。在这里印度当，牛毛旁边吃完这个药洗吧，人给决定了吃完的这些煮洗吧这个，洗了个朝鲜的汤圆都在呢，他把汤圆给准备的那个多。但这些都难给态度呗，甚至他们这个规矩。你们把的细节这边这边的一点你不懂得有吧这边的这容易吧但是这边这边帮呗哎他把你的硬强住是的强住强迫是的他把你的硬特度的这里细节的就容易吧细节的也是吧让给决定了
rang xin. Dan nian le rang ge jiu le yong si bu shi tong yin na, ju ji bi sim zhen xian de yin ni yong si bu shi tong yong ba. A da de de bi lo shi ji bei yin na, pan yong kan zhe ye ba. Er da ni ge ba kan zhe ye ba, di di xie le ge chao qin na tong yong de zan ne, ni la mi zao zhang gu wang tun tun ye dun bu di le yong duo. Se di ri yin de zuo zuo xie le ge chao qin yong ge ya ri. En ni la guo le tu ye, da Jalamne Songji, Havarta Jalamne Songji, any Jalamne, Tonal Paya, Tonalamne, Gonon Paya, and a Gonon, Middle Long Paya, Sengdi, Nyamsha Gondro de Yari, Jedo Gol Duyamari, Sir Jedo Gol, Dubidlo Di Yungdua, Tabi Yamidi Yungyarwa, Nyamsha Kadula, Shiro Conari, Jazanga, Sane Sakomor Pay in the Zane, Nyamsha Conang on the Pedia, so Shiro Changdua. Sir Dinay in the Zane, Maranzabana, and the 시진 이번에 시루님이 사용코라 시루기 파르도 침바스잖아요. 특히 파르도 침바스 미시월 시루기 파르도 침바스잖아요. 송구도와 자 이제 인도 시루도 남지기 시루도 시루지 개심 보내셔. 我们要调伏内心，方法是什么呢？ 它的途径是什么呢？ 主要是智慧，那这种智慧可以带来我们对所认知的法呢一个决定的信心，升起一个定解。那这个升起定解是靠透过思维理由，或是透过观察，只要你的思维理由越多，观察的时间观察越正确，当然你对。 这事实的这个认知，这样的信心就越来越强烈。那头先先要了解到我们所要认知的对象是什么。你当你认知，你确定说这个东西是确确实，就是很实在的，就是确确切切实实它是存在的。那当然我们就会对它升起一个强烈的这个信心。所以也就是要靠智慧作为。 一个助伴的力量，让我们未了知的道理了知。那因为了知的这样一个道理之后，那我们就会对它升起一个需求之心。那这个道理是指什么呢？就譬如说，我们了知到有一个后世，有一个真上身，那当然我们就会升起一个想要投身到真上身取得真上身的这样一种需求心。 那同样的解脱，那一切种子也是一样。所以说，就靠智慧会给我们带来三种需求。那这个智慧只要越你的智慧只要越锐利或是越广大的话，那当然呢，你所升起的这种信心就会越强烈。所以这样的这么多需求心，也是所谓方便这部分，也都是要靠。 智慧作为助伴，那智慧作为助伴，助伴就是说，以后辈子来讲，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真上身，那怎么取得真上身，然后真得到真上身的因缘是什么，为缘是什么，然后真上身呢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好处，那就是透过智慧的去分辨、去厘清、分析之后，接着我们就会升起这样一个需求心，想说哦，我要。 我需要得到一个真上身的这样一种需求心，那以解脱、升起解脱心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靠智慧的力量，我们知道烦恼它是有对治的，是可以被对除的。烦恼可以断除，那断除烦恼的这种断功德，那个解脱是真正的最快乐、就近的一个快乐。那烦恼它是可以断除的。 那它的根本烦恼怎么我们怎么知道烦恼能不能够断除呢？我们要知道说它的根本无明是否可以断除，也就要知道说烦恼它其实没有一个很坚固的这个依据，那它的根本呢是错乱，它根本是颠倒式。所以透过这样的了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哦，烦恼是可以断除的，然后解脱也是可以得到的。那不只是
一般可以得到解脱，我也可以得到解脱。那像这样的一系列的升起，解脱之希求心，都是要靠智慧的力量。那同样的呢，以成佛的希求心，就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那同样的，也要透过知道烦恼是可以断除的，而且这个烦恼它有一个正对治，可以连根拔除烦恼，然后所知障跟烦恼障，它也是可以断除。断除了此二者之后，可以获得断除二障之清净的法身，这个法身果位，具足二清净的这个佛果位。那这样具足二种清净的佛果位，我们要知道说，这种佛果位在世间上，或者说事实上，这是存在的。我们要先确认这一点。那当了知道它是存在之后呢，那这个佛果位我可不可以得到？当你确认说我可以证得这样佛果位之后，慢慢你就可以同样的把它推及到所有一切众生，我可以证得。那同样的，所有一切众生都可以证得这样佛果位。那当然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了解，然后就会升起这样利益一切众生的一种心情。那也知道说，哎，这个菩提心，它升起菩提心有什么好处啊？它的目的是什么？这完全都是要靠智慧的力量。总言之，主要的就是智慧，智慧可以作为一种助伴，让我们升起种种的道次。接下来我们会升起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那这加行道到见道到修道无学道，它这种就是说往上，就是往上的这种转移，就是说加行道变成见道的时候，一定是在定中，也就是智慧，这个定中就是根本定中。那在获得位的时候呢，它是有一种希求心，但是靠这种希求心还没办法什么让你从资粮，比如说加行道到见道，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要靠智慧，靠在定中呢，你才可以从，比如说从下地，比如说从下一个这个道次，然后升到上一个道次，都是。所以总而言之呢，智慧是主要的。那我们看《心经》，我们很清楚就可以知道，《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实它的意思是智慧到彼岸，或是波罗到彼岸。那却没有说方便到彼岸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哎，智慧是主要的。嗯，哎呀，当然了，我们是新辈的，他的牛毛土松的向往的有的吧？但的脚动腿啊的，哎呢，难搞的早的开始了呢。And the Peji Shijing Shunan Re, Peji Shijing Kunalina, Dang it, Sig the Timidity, Kada Shunkina Timidity, Kada Dijari, Semla, Sem Machiti, Semdi Ranjin, Ursa or Sach. Other diggy, Semla, Sem Machiti, Sagi, Nala, Semla, Sadi, Didu Sadi, Sawa, Sem Tu Motutani, Yungi Vindusane.디두 창매 직다 툭서로 오고 샘티체 친뇌디 디두 영약이 깬다 지기하래 이네 쪼쪼디 생각하는 용기하래 그래서 디디 인도산에 샘라스 다 샘마치디 세야디 샘세야 나란수 롤이야 지금 근데 시작도 없었나 류다 샘슬럽디 지금 텐지 응원의 예바치 롤을 샤인구도 가 Tengine, do your maris. Tengine, Motu Shindu, Tengine, Drupal, Nanshin, Shending at the Muriburis. Just on a Muribur diggy, Shinu, Sem Raman, Drupati, Tanya do your maris. So did they indu, Sem the Sem Machides. Sem Lola Nan Nanshingi, Sem Ranshinji, your maris. Some
대다도 주베 동댕에디 심지 주님 말이 아 다 심 심 지도 나왔다도 가서 우리 그게 주변 진배 로디 진실로 로 머리고 세야지 심 지도 나왔는 시 주변 동댕에디 日本 이시 다 日本 이시스님도 가다 심지 내로 통을 로디체 로치고디 탱기 인루를 치지로도 떠고 로인도 록시체 심 지도 나오는 신 담바른 진등에 그 로띠 지도 나오는 신 두매바 인상 대다든 진배 로띠 진실로 올라체 다 심 지도 나오는 신 두여 말이 심 런신 유튜브 똥통등에 그 로띠기 심 런신 유튜브 똥어려라 똥어는 신 통등에 그 로띠 로 참아체 대다 갑등이 여체 근데 이번 인도산에 심기 견디 세트야리스 그다 심 모티브에 다 간다지 견 치질로 로 띠무고 왕의 중원디디 세트야리스 니네 심 정신기 외사와리스 심라 뇨무 독순구 참배 견기 직디디 심기 정신을 쉬고요 말이스 심 정신 외사와리스 어디 숨겨야리 다 들이 인도산에 나한테 사물로 줄이야. 캄 대신 님부세한테 이겨버리. 자, 줄라메 그도리야. 상계 최 긴둔 아니 캄 청주 연대 틀리스는 도진내 둔세 송구도가 아다 디기 아니 다 상계 최 긴둔세한테 규접을자. 규접 상계 최 송 any Gindunlia, and Choste, Gindu Luduya, so what is it? Gindichai or what can you show your Tedalia, and to come here at the chin, the dog is just learning, love of the Milubi, 2 years ago, Debe, Chukunjo, Tendiji, Rangi Juliata, Munduchiachi. Ding Munduchi, Tuya the Gaddis Lamna, come your race, come the shinim your race. Come the shinim would be. 땡네 아니 춘곡된 이부디 중루레스 춘곡된 이부디 귤게니 곡된 기베 체로베 토슈데 레베 그돌라 청주사들레스 그래서 대대비 청주 토베 이나 아니 랑기 랑기 토베 이한데 그제는 몽구조래 청주 공원도 지하가 꽈바디 샌든도 미국 인도산에 아니 칠레 샌드 매밀 흔주고 칠레 전에 어다 도수고도 와 때와 뒤 구름되기 산지심 된데 로니도 다 족지스 공리야 전뒤 전골 걸 룽기 전골 걸 룽기 전골 걸니 아니 코롱 아들어서 왔다 림베 전에 아니 간다 지점 된데 기다 순기 제수 럽네 두줄로 똑배 연데 최근조 고랑구 최근조 뭔도 줄네 된데 기다 lobe kintun cha. Ani tathagiya lekshya mongku tsamni yodewe ta anta zaashiru di di chay chik cha deo, luduk samshabe ta lekshya cha deo re. Ata tedewe ta kintun diyi digi ta diyi digi ta sangye chö kintun tesumbu digi ta tesumbu tila tene ngaranzu gyugi kam tishi nyingbu di chanjulu gyugtuya re. Jaswa sangye chö kintun kam chanju 연대 틀리신 내 뒷수야 돼 구름 뒤지고 숨고도 와. 자와 뒤인데 나란즈 다다 동맥이 샹왕도 열리디 동맥도 세트 그래서 가려서는 동맥이 주디 친절로 걸러리 대라 견도 덤대 열리 뒤인데 이번 인도산에 동맥이 주 머리부터 세트야 이번 차네 동맥도 최도 그래 스타디 세겨리. 以我们现在的心绪而言，是充满了三毒，被三毒所控制住。那心，如果就是说我们快不快乐，是因为心有没有调伏，所以这些的根本呢，快不快乐的根本都是这个心。所以在般若经里面有提到， 心无心。 心自性本光明，这样一句话。
首先讲到心是什么呢？心是所有痛苦跟快乐，可以说痛苦跟快乐呢，是因为心调不调伏而来的，所以心是他们这些的最终极的一个基础。那这些的根本呢，就是心。那第二个，我们讲说心无心，为什么他讲无心呢？就提到了心，如同我们看到心的时候，是觉得心从他方而存在。那如同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显现呢，其实心不是从他方而存在。我们看到心有自信，其实心是无自信的。就如同我们所看到心是有自信，那的这样的自信呢，其实是不存在，所以才提到，所以经典里面才讲说心无心。那心就是说，如同我们所显现的心不存在，所以说心是什么呢？心是无自信的。那心的无自信，也就是心的空性，心的法性。那我们执着心它有自信，如同我们所显现在事实上是如此存在的这样一种执着，我们称之为无明。那无明呢，它是颠倒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如同我们所显现的是无自信，但是呢，无明是执着，它是有自信，它是如同我们所显现它有自信，那无明也去执着它有自信，那这样的一种执着呢，它是颠倒的，它是无明。那智慧是什么呢？无明的跟它相对的智慧是了知到心，我们看到心的这样一种显现是显现有自信，但事实上是无自信，了知到这样一种道理的智慧呢，也就是这里我们所讲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无明的对峙了。所以说无明它是一个颠倒式，因为如同他所执取的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他执取有自信，心从他方而存在，但事实上心并非如此。所以说看到心它是无自信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我们就称它叫量。那这个量呢，所以说这种量呢，它是一个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后盾。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成佛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三毒可以断除的一个原因，因为三毒的根本是无明，而无明它是颠倒式，所以它是脆弱的，它没有一个很就是坚强有力的一个后盾，然后再加上心的自信本光明，因为心的自信本光明，所以说三毒虽然偶尔我们会产生，但是它究竟不是心的那个本性，在心的性质里面体系里面是没有三毒的。所以说这里就提到了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佛性，都是可以成佛的。那在相续本母相续本母里面有提到说七个法，这七个法是什么呢？佛法身戒，戒就是所谓的如来种性，有时候我们称作戒，就是三戒的这个戒，就是佛法身戒、菩提功德事业这七种，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些我们的模范，就比如龙树菩萨，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象。然后他们呢，透过佛陀的教理修行之后呢，在内心呢升起了有学跟无学的正量。这些为什么他们可以升起这些正量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有佛性，有如来藏。那他的内心可以升起有学跟无学的这个。譬如说道地，那从这里可以证明说他们也可以升起这个，在自己内心也可以获得这个灭地。那道地跟灭地呢，最究竟的这个得到道地跟灭地的
这样的一个菩提伽罗呢，也就是所谓的佛。那佛它是可以，就是最究竟的一个果位。那这样的一个菩提呢，我们是可以证得的。那证的这个菩提呢，我们刚开始发愿的时候，是为了要利益一些众生，所以说我想要证的这个菩提。所以你所刚开始的动机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你才成就这个菩提。所以当你成就菩提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利益众生来讲，你就可以无情任运的去利益众生，你不用任何的动机想说我要利益众生，你自然而然就是二十四小时你就是一直在利益众生。那是因为之前发愿的这个缘故。那世尊到这个世间已经有2600年的历史，世尊讲说了教正法，传了许多，转了许多的法轮，然后靠这些法轮修行呢，我们在内心渐渐的可以得到灭谛跟道谛。那这个灭谛跟道谛呢，那靠就是生，就是自己在自己的内心升起的灭谛跟道谛的这些祖师大德，就譬如龙树菩萨，他就写下了这个这么好的善说这个经典。那所以说这个龙树菩萨呢，他也就是我们刚在里面所提到的一个身宝。所以说有身，然后身他内心他的心绪当中有这个法宝，靠这个法宝呢慢慢的一直提升之后，最究竟就可以成佛。那这一些都是靠什么呢？都是因为有这个戒，什么呢？就是有如来藏而来的。那就是靠如来藏的这个力量呢，所以说有佛法身。所以这里有讲这个佛法身、戒、菩提、功德这个事业，其实它这样的一个顺序呢的排列方式，有它特别的目的。哎呀。答都是了求门的三十年的人你给定期全国才是吧第一告诉我是了吧生啦才的生吞呢第一用的生吗吞呢都没用的才的第四个月生啦才的生吗吃的是的这个可乐牌吧西京全国的这个生了生吗吃的什么但是我们的人生是为什么在地上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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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콜로탕부유날라리기요리다디네콜로발바다콜로탐한이부디리기자기야조르샤자다택진기슝사야디숭기요리제네다딘만드바짱엔기다드시소루루다토미니루루기시진기안다콜로발바시진기슝샘라샘머치디시숭샤야샘머치루디当古布鲁主给，日做难了，当做早些难了呀，什么气味的，三顿就送不动啊。但是就人些很少些安的，哎呢，古布鲁主给去年的吧，但就是难了，哎呢，什人些就很少的，只送用个的。大概那些个，哎呢，汤米个，但可是我这不给，但喇嘛训练面都汤米给他看到做呢，是这个熊都是的长寿点啊，啥个长宝公为熊制度啊，他点那个旧喇嘛啥的，点那的送给他的，俺那汤米让给旧了汤子，就是这样子啊，对吧？啊，现在他新进的熊了，呢，我的冬季人不吃，我的冬季人不冬季送用的啥呢？东西缺钱给处理呀，特别样的什么啦啥呀的，但缺钱什么的什么吃不着，什么送下个缺送下能行给什么钱的，但缺钱的送人都咋呢？那你
the Shijing Shung Nalia, any Dragon Jasasin Sunsha Digi, that she Pungum Giji Chi Lamgi, any Chancho Sodun Soba, any Chi Shinju, the Chiwa Desutedi, any song Persinju, that Persinju, Desutes song. Davis Alia and Dollar Sober Shuddy, don't you choose any sooner soon? Tetam Jerashin to be a don, he said Sundua. Sawda, Mother Tony Gribbetti, Gumlujukte, Badu Mother Gribbetti, Chabongumbu, Mother Janaman, Sunshe, what did the chimbery? Sata and the Territory Shadi, Mother Tony Gribbet, so part Tangagan, Gumlujuk Sun, Zashiro, Tatima Shache. That's Ashiro, Yongzolodi, Tizu Yamarla. That's all she looky, Rabsin, you so do with the check. Doc, oh, Cora, Madame, my Nishid is an eh? Near Rabsin, you so do with she. Rabsin, you so do with the sugar, Rabsin, you rabsi, chop you with she. Then a rabsi, and you should sub with she, che. Other rabsi, sumut ma dos, bang, dos, ding, shabby, you know? Chance of lolia, chick char devotion to her. So, you do sin, shedding you. Marie Pesha Luduzane, the nursing of my lodging, Yaudo. And Rajin Shoshibatigi, da Rajin Rajabjabatigi, da Rajin Mabe Susubati, any part, Garo by Gayundu, and Rajin Hamadidi, Tanguari. So, the Tirtu Sinda, you know, Zashu Shedan. Sijun. 讲了四谛法轮，也就是提到了心如果调伏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快乐；心若未调伏，则不能得到快乐，会引来会导致痛苦。那这就是我们刚引用《般若经》里面的第一个字，就是“心”的意思。然后“无心”这两个字，就是在讲解第二法轮的意思。所以说。在中转法轮呢，就是这些般若经全部的内涵都是在讲无心这两个字的内涵。在最后法轮的时候提到了心自性本光明。那虽然在第三转法轮有非常多的经典在这里所指的，也就是相续本母他的所说根本经，也就是如来藏经。在初转法轮呢，主要它是建立在巴律语言上。那第二跟第三法轮呢，这些法类是在那个梵文上。那第二、第三法轮主要讲的是大圣的道理。那主要解释这些大圣经典的，就是龙树菩萨跟弥勒菩萨。龙树菩萨主要解释的是属于般若经里面的显义的部分，就是他直接所讲述的部分。那隐义的部分呢，是弥勒菩萨所解说的。所以说龙树菩萨他解释的是什么呢？无心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心无心嘛，正在讲无心的这个道理。无心的道理在哪里提到呢？在理据六论里面都有提到，主要是在根本中论，我们平时所谓的中论，在中论里面呢就很强调什么呢？就是无自性的这个道理。那龙树菩萨的法界赞里面所谈到的内容，就是心自性本光明的这个内容。那以无着菩萨来讲呢，他有一些讲说道次第的这些著作，这些著作呢的根据是什么呢？他是根据弥勒菩萨的，比如说现观庄严论或是弥勒无论呢而做解说的。那所以说在般若经里面呢有。提到了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又提到了心呢，把心当作一个基础，然后说心它是无自性的，
所以这个基础的这个法，一般我们称为叫有法。这个有法呢，有108个。那有分为，基道果这三种。那以基而言呢，就是有蕴、戒、处，这些属于基。那道的这部分呢，我们是属于，譬如说，37道品，或是6波罗波罗蜜多，或是10波罗波罗蜜多，这些属于道部分。以果的部分而言，有 佛的种种的政务等功德，那这些是属于佛的部分，这是果的部分。那这些是讲说空性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称为有法。那在《般若经》里面提到，这些108个，它全部都是什么呢？都是无自性的。那简言之，就是佛经里面在《般若经》里面提到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它的显义，就是它直接讲说的 这个空性的次第，然后它的隐义就是道次第的这两个部分。那空性的部分主要是由龙树菩萨他来做解说，道次第的部分是以弥勒菩萨他主要做解释来说明。今天我们要讲说的是龙树菩萨他的著作当中的中论，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没办法把它完全的讲完。 所以我说挑出里面的最重要的三品来为你们做解说，次序是先从第26品，接下来是第18品，然后是24品。那我平时呢，对一些大众说法的时候，也是照这样的次第来去说。那我觉得我如果这么解说的话呢，对你们来讲呢，你们也比较容易来去理解这整本中论的这个意思。 那在第26品，就是这里面，就是我们讲这三品，主要有提到空性的内容，可能是比较简略的。那其余的这些品呢，就是更详细的说明空性的道理。哎呀，当然了，我的这个吧，早就持续的，是吧？ 我过去，我们现在先讲说中论的李赞文，在最前面第11页。嗯呀，看给电信这把中，搞外面把电买把些少给收了个20多个，但第一，三十几点的了呀？ 确实这个好嘞，这确实在当地，哎呢，三级级就贵一点的，就那点这个，古松土贵一点的，咸米酒吧，早的三级级的贵一点的，相对这个，早个三级慢那么的淡巴是，慢啊，淡巴是的意思，慢为解巧。 是毛蛋白不的意思，但毛蛋白不的，今日呢，俺是出入这么的地方，跟出入变成做些的，长毛老说说说没断吧，哎，对，没得，原来，看到这个做了偏白，这个他强制的，这个都是这样的吧，大概呢，这个是偏白原来有的吧，但女白原来有的吧，但是写个了吧，他。 反正三界中年代的，我说七八几个人呢，下边一呢，怎么的地方的，我呢这个，印度他们这组人呢，这大概呢是个呢，反正大家说的，伊许他们一年的，这就才的，就三界长生个主要的是哈拉姆老土下的，是吧？当然没扎松个下的，人家看到没了呀，嗯，嗯，这样子主播呗，主播，哦。 对，是嘞，不丹来的，不丹人，在法王的左手边这里。OK。而且呢，啊，但明朝的德州不团的明朝来过一会儿吧？咱到德州不团呢，但上届中年代的德州的。 但端把想到书记的门诊有对不对？三个小时，三点钟人都公布录入的，
rangi dambali ya dasha zayin du zane ji dambe ji gube tonam midumu ba du saro dinde meme che chamzi jen re saa dinde meme che mawa dame ba re sin sondu wa dawa na mawa dame ba yina mawa dame ba yinbe gyumzen kare gyumzen kanla tene mawa dame ba la mawa dame ba kazota mawa dame ba chaba re sana tenjin drebaran chungwaas tendrel seyaagi tadrubdi nangbechu konamado shen su chigishayamare ta tendrel seyaadigi tenjin drebaran chungwaas seyaagi kohaadi tene dhubha seyaachigi ta tene dhubdaantala yang riba niche gyud dhribuch ngubuchu kanta kanyinaya rangi gyud kienla tene dhubhari seyaagi gyudu kienla tuebe dhulu chikche. Ta chik dhu che maasege chio kanta kanyi na ya ane rarangi chashe la tuene ane dhubarees. Chene chashe la tene juwa, chashe la tene dhubas. Ta tene juwa seyaage jungdi dhujige chio la chara yina gyuginle juwa se shokdoa. Gyujinli kyebara bata. Da dhuma chayga chayla chayla yena gyujinli kyebasa jatuhu yamari. Ko kazu chisana gyujingi dhushiba maari. Sa gyujingi dhuma chayla. Ona di tenjin drabaran junga tenjung kandrasi rasilabna tenin jung seyaagin junga tenji dhubya tenji yabya tenji. Sizi zane tenji yabha, tenji dhubha. Gyugin la madengi dhimachayi chayi yedi tenjung yinbi gyumzendi diri raha ranga chashara dhani chukduga asa. Chani ta niduga. Ta dosma shibcaru, cikseru shtamba yina tenne junga tenjung, gyunjegi tenjung chik. Ta tenne takwe tenjung chik. Chani tenjung nisung yari. Tenjung nisung daya digi zodi tenne takwadari. Ta anda di tenne takwadisung yari. Tenne takwe tenjin drabaran junga asaya. Ani, ta tenne takwa kanta gyujin shen la tue denge rang druya di rang wang ki drup mituwa. Rang le shenpa ji ki top ki drup denge. Rang le shenpa ji ki wang ki drup denge. Sa tenri yindu ko tenne drupa. Tenne drupa yindu ko rang wang ki tēmī rāwāṅgā chūpa mēdēngē chī. Sā tīndrī yīndū, tā tē yāndā gāpa mēpā kī mēpā shēsō kī gāksō kē chī sūnī. Gāksō kē tī tā dūjē tēnjūng kāng lās. Tā gyūjīn lā tēnē chūmē tēnjūng kāng lās. Gāpa yō, gāpa yō. Ēni, kāsā, gyun chebe chebada, gyun mi chebe da gyun ki takwada, ane zhongda, jik tate sen ziya yode ngegi chö kangshi. Genga la sokwa tenam, ngaranzo lola nawa nangshin chigi, genga rangwang dhubha chigi, yor beslamna, rangwang dhubha yomaris. Kangda genga la sokwe drebe che ngaranzo la ya nang denge di rangi yinlu yinba tabu chi ngazo lo la shirgi yore. Dekhara ngane ta kaso kore ngabe nesu be tadur di yinba rucha ham lo la shirgi yore. So kore nilu yinba drebe chi lo la shirgi yore di nilu su drebe genga yinmi zaiju tangma niya yomare. Nilu su drebe ya na nilu tsuekengi lo digi nikwa chire. Nelu tsuekengi lo digi manibe negabla ko nelu su dhumebe dhari. Rwa. Sa dinde yinba yindu zane tenjung kanglas genga la sokwa penyun dregenchik yue dregenchikla keshi tenjung kangla keshi genga la sokwa nyandu meba chini yue dregenchik te shi lu dhube genga re mare sine jayona niya yo mare. Tendri yindu
자아시로 군자봐 안다 디다다 조우 식세 면적 지금 식세기 나와잡아야 안다 식세기 나느야 땡중 강라 깽가로 쏘고 여댕에디 로 강라 떼네 깽가디도 뭐 주버렸어나 파베 대권은 무슨도 통해 삼위 예시 믿어봐야 다 파괴 예식이 생물라 예식이 생물 예식이 동이 무슨 뜻이 되어라 동이 무슨 뜻이 생물라 동이도 매등에게 쳐디디 동이 뭐인게 쳐디디 켜냈어야 매봐 자 동원이 코너마도 내로 대코너니 짱범마도 신 강하다 세겨 말아 저 디디인데 땡중 강라 가서 캐시 땡중 강라 가서 캐주 강라 여등에디 파괴 냠샤 이시 대코나니 무슨 루시베 심물라 깽가로 소보타다 차와레스 가레스라우나 파괴 냠샤 이시기 대코나니 무슨 루시게 되게요 아래 깽가로 소보티기 대코나 머주거리 딘제 인도 대코나 머주신도 대코나 따리 이게 난땡에 디디 짜요나 니야메버리 소태 숨겨 아래 대대비다 인중기 대코나니 랑왕그 권은 덤벌 쟁에기 아니 방도 족배 산제디 마웨 마웨 계속 마와 담바 마와 담에 배출해 어 진짜 담바들 차차로 송해버리. 당 가서 제디 뭘 때네 뭐 쌀도 줄었더라 깨웠으기하래. 그래 뭐 봐 돈 좀 했더라 가봤으기하래. 진짜 인디 뭘 때네 냠필체베 깽가니. 균을 때네 균 내등에 딱봐 균 채배 채봐 균을 때네 채다니 유를 때네 종니스 유신식는 들어온 니네 신동 좋아서 들잖아 종니 달을 때네 직타대 직타대 직도 도마 써야 돼 그럼 낮은 다메지네 직이는 그건 다메지 도마스는 낮지 전에 와다 그 달을 때네 직타대스 어 대대비 탄협의 최디기디 나란소 롤 나오는 신기 대기한다 선로 선무치대 소원하는 신기 깽가로 쏘고 디디 열이디 이내 여단디 민구왕기 여섯만신 마도 되게 은혜 주려 지어 말이 어디 디순기 하래 다 디기 자아시르고 제자 딘중기 대코나니 딘중기 대코나니 이 정신도 여배 또 뭐 두배 공부 땡중 랑왕 거는 넘버 쟁에게 마원 담에 봐. 달러 차차로 송이 버리. 首先我们提到了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等两个偈颂在这个礼赞文当中 不是在称赞佛的生意的功德，主要他礼赞佛的是语的功德。那为什么要主要礼赞语的功德呢？从下面的这个偈颂，我们可以知道说，诸说中谛，这就指佛所说的这个内涵，是其他的导师他们没有说的。所以说佛呢。 在这个偈颂里面，龙树菩萨是主要在称赞佛的语功德来讲说的。那佛他诸说中义就讲说，佛是所有的说法里面者，他是第一的，他是无比的一者说法，然后无比的一个说法者，然后他所说的这个道理是无比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一般在这么多的宗教里面。 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导师，这些导师也讲说了，对这个社会有利益的这些法，我们必须要有慈悲心，我们要有关怀。那同样，这些导师他也有智慧的功德，他也有能力的功德。一个佛教的，佛教的。 一个佛教徒而言呢，我们可以说印度教或是基督教，甚至其他的宗教的这些导师
都是佛菩萨的转世。那为什么其他的宗教其实跟佛教主要不同的地方就是见解的部分、看法的部分不同。那以刚刚讲的那些，比如说慈悲或是大爱，这个观点来讲呢，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龙树菩萨在礼赞世尊的时候呢。 他主要不是礼赞世尊的身功德，他不是说哦佛，他多么的庄严，他的身体是一看到就我们会非常的欢喜，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去礼赞，也不是说哦佛非常的慈悲有大爱来去礼赞的，他是以佛是诸说中第一来去礼赞佛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为什么佛是诸说中第一呢？原因是因为佛他讲说了缘起的道理。 那只有佛法才就是世尊才讲缘起的道理。那何谓缘起呢？缘起就是，互关待成立。那这个关待而存在呢，互相关待而存在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以事物来讲，这些所有的事物都要靠自己的因缘关待自己的因缘才能够产生。 所以这是，第一种观待的道理。第二种观待的道理可以说，一切诸法呢，它都是要靠自己的分，它才能够存在，要依赖自己的分，就是分跟有分这个分是指部分的意思，要靠自己的部分才能够来，安立才能够产生。所以说缘起的道理呢，我们讲说。 缘起，依仗我们直接翻译是依赖，依赖起是依赖而起，那可能缘有这个依赖的意思。那依赖而起这个起可以作为，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我们解在解释有为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些有为法是靠各自的因缘而生，因为生所以叫起嘛，对不对？那另外这个起的道理，如果是要解释。 无为法的话呢，因为无为法它不是靠因缘而生嘛，但是呢，它必须要靠它的我们刚刚讲所提到的自己的部分，靠自己的分而安立而存在，所以说无为法它也是缘起。所以在这里有提到两种缘起的道理，一种是因果缘起，第二种是依赖。 或者说依赖的缘起，或者是假立的缘起，这两种。那这两种呢，后者为主要。那现在我们要提到了，也是指依赖靠依赖而假立的这个缘起。那诸法都是因为靠其他因缘，它才能够产生，要观待，要依赖其他的因缘或是其他的法，所以它是依存。 因为它是依赖而有，所以说不依赖自主的存在，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世尊，不是世尊，就是在中论里面提到这个，礼赞文的提到灭等八法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对这个有为法的特色来讲说。那这个有为法的特色呢，有八个。 这里我们看原文就可以知道，一个是生灭，然后长断、一义来去这八者。这些有为法生灭的诸法，它有这些诸法有为法有没有生灭呢？它是有生灭，但是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它这种生灭，我们所显现的生灭是从自性的生灭，从他方而存在的生灭。那这种生灭呢，其实是不存在的。 但是它是生灭，但是不是自性的生灭。所以说这些细论的诸法呢，我们看到这些诸法的时候，会觉得说，就看到诸法这个诸法它看到它是从它自己的实相而存在。那其实这些诸法的生灭，如果是从存在于它的实相究竟性质的话，那当然在观察这个诸法是不是存在究竟性质的这个。 智慧呢？他在观察的时候，如果找不到他在究竟性质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些法的话，就代表这些法不是
存在于究竟性质当中，因为这个智慧是在观察诸法是不是从究竟性质而存在的这样一个诸法。那从此我们可以知道说，生灭它不是有自性，它不是从自己的实相而存在。那这个道理在。 就是月称菩萨的明显具论就有提到，我们看到了这些诸，就是在中论里面讲的，为什么讲这些都是，比如说不生亦不灭，都讲一个不，就代表说这些是不存在。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它是以现证空性的无漏本质。 的角度而来说的，现证空性的无漏本质，它现证，它只有证到空性，它所看到的就只有空性，它没有看到其他的任何法。那这些诸法如果是存在于它的实相上的话，存在于究竟性质的话，那当然这样的看到诸法实相的智慧，这种圣者相续的现证。 真如的无漏本质就要看到，但是他却没有看到，所以他才讲说不生，那意思是这样。所以说这些有法，就是说缘起的这些诸法，它的特色就是生灭等八法，它不是它有生灭等八法没有错，但是生灭等八法存在的方式不是以自性的方式，不是存在于它的究竟性质，那这就是。 月称菩萨在明显句论里面所提到的道理，那世尊呢？他因为讲说了这样的缘起的道理，那靠讲说缘起的道理，所以说，龙树菩萨他才礼敬这样一个世尊，因为只有世尊释迦牟尼佛才讲说出这种道理，而且他是以就是自主的讲出来，他不是。 听别人讲，然后随着别人而讲说的。那这灭等八法呢，可以怎么来分呢？可以分为四组。第一组可以从体性来分，就是生灭，它是属于体性，就是说一个东西的这个性质，这个一个东西如果它刚开始新成立的话，我们就它们。 新成立的话，我们就称之为它是生，然后它消失的时候叫灭。所以以体性来讲，有生灭这两法；那以序流来讲，有长断这两法；以区域或是以区域来讲，就是说，从这个区域到那个区域就有什么来跟去嘛。所以这个区域来讲，有来去这两者；然后以住伴来讲。 以这个伴来讲有一跟义，义就是没有伴嘛，没有伴才叫义嘛，那义就是有伴，所以从体性、序流、区域，还有住伴，可以分为灭等八法。那《般若经》讲说哦，心无心，也就是在讲这个意思，心呢，它存在没有错，但是呢。 它的所有的一些特色，或者说我们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心，其实它不是有自性的。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讲说的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它有自性，其实它是无自性的。所以在这个礼赞文就提到了中论主要的所说的道理。那释迦牟尼佛他通达了这些道理，他是自己通达这些道理，而且自己的。 讲说出来，用自主的方式来阐述，缘起真如的道理。所以说，他是一个，他是诸说中第一。那我们如此的来，礼敬世尊。你说，哎呀，大家呢？当然，他第一的，。 现在我们翻到第26篇。
다가모 당고데 머리 집에 양시 치르스 두지 나바숨보다 넘버 두시스 넘버 두시 강인베 레드다건 로로 세네 다 송샤티게 심대대기 청고 당보수도 전에 딘이 동협하고 있다 뭐 딘이 구조하고 있다 뭐 세네 대바시스 송도와 다 출루 샹다조 아니 다 변은 지금 거봐 보더긴 디기 아니 군조가 다 거봐 인자 군조 정리를 야 소화도 군조 정리를 이지잖아 아니 디기 두그레 챘네 던지신다 댄데도 와 아 다양 창전부 가서 창전 할미보다 제 다가는 신기 그사람은지도가봐본두기야말이지도가봐본두기야말이이네아펜실다디하람럽토야지리장집에차시하나아다시리기기부되기애니아조넘주로나서이버디기조주버이버조정신이버디마시버왕기다 중얼에서도 미시베 왕게 코와 로직 시도 와. 다 레디이네 다가는 신기 다가는 신기 안다디 주부베 중나레 지대가보 되게 하마레 근데 인도산에 페이지 미시베 왕게 동행 연구하려서 페이지를 잡으려고 그래. 레 여서 내가 쉽지 신메다야. 내는 눈이 뒤셔도 나 심바디디 촙스 촙스레스. 촙촙자. 뷰다가지 시험에 비치. 로스 남자 먹고 싶네. 제 사디 예 14호식입니다. 다 디니부디 지르거바 보면 되게 인도 아니 동네 용도 아니다. 미시베 왕그레스 지용 그 페이지 더더 인과하시래. 다가다 닐루 미시베 사지 페이지 장점에 단단데 봐도 구조도 봐서 시기도 봐. 페이지 지부베 페이지 하래. 자 다 디니 인도 안데 데 산제베 다 나 캐버 찍디 디두 롱 제버베 뜨지 라마베 다지 민드버다 지네 거버베 민드버레라 뜨지 라마베 다지 민드버레 장제마다 디 지부베 니가 로기 지네 거버베 민드버레디 뜨지 라마베 다드기야레 다 듀트메바 딱봐 그다 샬로 떼바메베 랑와 에 꾼르베 딱 가서 응시 꾼르 여댕에 그 직부인 바 제니 드르시셰도 와 어다 드르이메 인드산에 다데 덴드르그런 시 말와 그 뒤진을 떼네 저 시민도 와 서 드르이 인드산에 그 덴중기 덴디 샤토기야 말해 자 덴중세야 떠르르데 나와 장장해 자 다디 멘자와디 다한테 쉬는 시리 산지 디 지사는 지든 거 봐봐 민중에 되게 되게 가사 좋디 다 장전배 조 주거리신 세계와리 지도사 되게 다디 답이 말해 제주자네 답배 주거리지 답배 기본으로 세계도 와 아디에 맞아 차서 Sanjeev Shungne, the tendrel said, the tendrel and lajuni soon you do. Tendrel and lajuni soon is an eh? Tendrel dernalia, diebe dinjums. Could you ginger your insa? David shut the Yungiores. Remado, humility of Maris. Dian, Julie gave a ready, but Chevobo Chigita gave a ready in it, Chevobo di Tawayonsing Maris. 봐. 드르인드 예, 가사디. 미다고 했겠지. 그 뒤진 거래 교원종에게 미다고 하시고 그걸 마도 장제배 되버는 시 교원조야 매등에게 쏘 딱받지기 교원조야 유등에게 응급이 죽게 두고 말했어. 아, 다 산제배 깨지 질 예버지기 뒤진 예버지기 엔드 게임이 말했어. 규밀이 말이지. 다가는 신기
진행 끄바베 로요 오늘로 돈에 깨워 말했어. 그걸 안 하는 규진시 예배 인사 엔디 충분했어. 다 규진 뒤에 그라 랑게 제부 깨야기 누버지 영야디 랑니 규기 예배시고 말했어. 그래서 진짜 인도 규로 통하면 되는 시행도 와. 그래서 진짜 인도 다 가서 아 믿다고 있겠는지. 다야 믿다고 인제지기 에 아니 제부 나서보지 미다 규진 규진 유세지기 제부 유세지 기르면 또 말했어. 제부 넘버 캐주얼 컨디션에 티 뚱뚱해지 규이 캐버를 담아주고 말했어. 진짜 인도 뉴베겐스. 아 나 좀 전 대기 되나리야 디에벤 딘중 세니 아 가서 우리 그게 로요 오는 저 탄에 깨대바로 된데 이거 말이에요. 주민의 중앙 이거 말이에요. 아 디게베 디게 세아디기 두코레 깨지기 랑이 깨지기 줄로 줄로 때니 깨어지고 그래요. 디게베 디게 메다베 깨는지 나 디슈고데 아 강머리베스 아니 두지게스 동행 두층에 두지게스 달라 되는 남시 신은 다 양라 중이지마 소용구요리 자 디리 인두 디 뉴베겐스 동행 두층에 디 동행 두행에 수지매와 동행 맨두신도 동행 두시자니 미시베 왕충으로 자 디리 인두 머리베 왕게 동행 두시베 두시 충분히 스타디 송구요리 在第三十一页第二十六品，众生吃所缚，为后起三行以起四行故。世经世尊讲到，苦痛苦在初转法轮讲到，苦圣地，然后此是苦圣地，此是极圣地。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有些承认宇宙创造者，这个造物者呢，他们认为说一切都是造物者他所造的，他就是主，我们只要对主好好的祈祷，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到幸福，得到安乐。数论派与数论派里面有一个无神派，这个无神派跟裸形派这两者，他不承认造物者。我应该可以这么来解说，这两者呢，应该都承认，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痛苦，就是不了解，所以我们才会痛苦。怎么说呢？以数论派来讲，他承认一个神我，这个神我呢，他变现出这个变现出所有一切法，那。众生因为不知道这些都是神我变出来的而执着这些，所以说才在轮回。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因为不了解不知道这个真理，所以才轮回。那以裸形派而言，他也不承认宇宙创造者造物主。那其实他们也应该，我认为他们也应该是因为他们也应该承认说众生因为不了解实相，所以才痛苦，才在轮回的。那其实我不是很确定。那我讲说的东西呢，就是什么地方呢，我都有沾到一点，但是呢，都不是很深入。这是房刚刚讲的。那所以说，以这个裸形派来讲呢，房王认为说，他们也应该是承认说。众生因为不了解真相，所以才在轮回，才痛苦的。那数论派其实他也承认二谛的道理，所以基本上呢，应该数论派跟裸形派，他这两者都应该承认说，众生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们有无明这个词啊，但是是因为不了解真相，所以才在痛苦的。那这两者都承认宇宙，这两者不承认造物主。那我们佛教也不承认造物主，那差异是在于他们承认一个常依自主的我，那佛教不承认。常依自主的我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我，
它是不会迁变，不会改变的，它是恒常的。那自主的意思就是说，它不需要依赖任何的因缘，它是它有自主性。单一的意思是说，这个我呢，遍布在之前跟遍布在之后的这个我呢，其实就是一个而已，所以它是单一的。那不管是裸行派或是苏论派，都承认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说，他们不承认我是缘起，因为他认为说我是常法，他不需要依赖这个因缘。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缘起这个道理，只有佛家才讲说。那也不承认宇宙创造者或是造物主的苏论派，他承认一个神我，他说神我变现出这么多东西。 所以他们承认说，神我它是什么？它是不变的。那不变的这样一个因，却可以创造出种种变化的这个果。那这个说法跟佛家是不一样的。在佛家讲到十二因缘的时候，提到由此故生此。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因缘，所以说这个法才产生的，并不是说这些法它没有靠任何的因缘，它就可以存在。所以佛在讲说是要靠因缘才产生的，但是这个因缘呢，是不是恒常不变的一个因缘？不是，这个因也是一个无常的因，并不是常因，如同外道苏论派所讲的神我的因是不变的。我。 那因为外道就是苏东坡讲说我是不变的，那其实不变的一个因没办法创造出会改变的一个因，所以在这里有提到三个特色，就是说佛家讲说这个有为法需要靠因产生，无因生是我们不承认的，然后也不是这个因呢，也不是恒常的因，它是无常的因。 然后来提到说，这个因呢，它不是靠一个造物主呢一个起心动念，它才产生。比如说，今天造物主讲说，我今天要造这个一个瓶子，那瓶子才产生的。那这样的这种产生方式呢，其实在佛家都不承认的。所以说，因呢，它是没有一个止境的，因为因它有它自己的因，所以它是无始以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因的存在。 那虽然这个每一个有为法都有一个因，而这个因都是无常的因，那是不是说所有的因就可以升起各式各样的这个就是所有的因可以升起所有的果呢？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因跟果它只可以升起它相顺的，跟它类似的。那这里就讲到一个能力因，能力因就是说这个因呢要升起这个果呢，它一定要有特别的一个能力。 可以升起这个果的能力，靠这种因果，这种果才会升起。所以在佛经里面有，就刚刚我们讲到说，由此故生此，也就是说，靠宇宙造物主是没办法升起的。然后生此故生彼，也就是说，这些因呢，它有一定有自己的因，它不可能就是第一个因。 然后因呢，这种因也是无常的一个因。然后后来在佛经就有提到说，无明，无明缘行，也就是说就提到了十二因缘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这个这里在这里提到就是能力因，就是说一定要跟这个能够创造出这种果的这个因，靠这种因才能够升起果。那我们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是不想要痛苦，但是我们却一直在痛苦当中，轮回当中。其实，真的看起来呢，其实就是因为无明的缘故，所以就等于说这些痛苦的这些原因呢，其实都是因为不了知，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所以才导致我们在轮回当中流浪。嗯，吃饭，吃饭。 吃饭时间到了。
something anybody doesn't want, but because of ignorance,